此乃是当世英豪，出征光临，正是我这封地不悔呀。承蒙司徒大人关爱，承我领龙进关，今日闲家无事，他来报喜。老夫特地为问候分内了两物，替问候速行。问候，请。
这翁儿头上的金冠，这金冠啊，也是小女亲手缝制。哦，这金冠，那小弟亲自为做缝制，真是，是是，请小弟受不堪。王后，啊，王后，王后，难得今日高兴，我不想当着胡老官大官之后一日下来给我们听听啊。小弟你的正好夸口，哎哎，王后为民天下皆知，是否与何妨啊？哈哈啊，你苦愿听。二愿听，小弟愿听。好，太母，请好来。快去快
请坐坐。
穷马一阵生飘绿，想不到吕布今夜与鬼共饮，今个有缘来相会，得与你小姐一相对，难得你换个妙不一腿美，夸我情我思思语，难得你心胸放心常在乎，思我念我乱那心头，为我云登去玲珑金冠金衣呀，死得短生情意义，死得与这金江起源，死我吕布便自去相了佛女叫女儿相慰，你竟会心怒于他，你不不，我问，莫非你却在了？啊啊！我竟醉也！啊，我问，你还小女伺候啊？雕刻美人也。这叫你失配王后，你会怎么样？大人，父王大人等着。好，九虎大人在上亲自孝顺一掌。不必了，不必了。但不知这婚期已经在何胡子里，对我的孙孙子子，今日绝不进的爱来不及的。你这乃是有计呀、啊啊！有计无方啊，使不得。而且乃是单身，这姑这到哪里？好，遵命，小老子，老夫亲身相遇，共赴晚婚。小老子，小老子，爷爷一听有准，有准，好。九虎大人，小西的就为父陪你到此再马。